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项目是一个小游戏薅羊毛项目。这个项目最近也是非常火的，在市面上被卖到了1999元。至于它为什么会被卖这么高，割韭菜是一部分的原因，另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确实能够赚到钱的，而且这个项目的操作难度是特别低的。零基础小白都可以上手操作，每天只需要抽出1到2个小时就可以赚到15到30块钱的收入，这是每天的保底收入都有15元，而且每天只需要去看广告就可以了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项目究竟是怎么样的。项目的优势是在于操作简单。就算你是零基础的小白，都可以去操作的，不需要你有什么互联网基础，收益也是非常稳定。你的收入是根据你的时间而定的，因此如果你的时间越多，那么你的收益自然也就不会低。项目已经稳定了3年多，然后目前也是处于一个红利期，目前提现门槛也是非常的低。满0.3元就可以提现，提现是秒到账你的微信的，所以不用担心提现问题。这个项目还是支持矩阵操作的，你可以放大来操作这个项目。目前一部手机是单机可以赚到20元左右，10部手机的话也就能赚到200元左右。然后项目的原理。项目的原理就是通过点击电商平台所推送的广告，然后来产生收益的。有的广告价值高，它的收益自然也就会高；有的广告价值低，收益也就会低。不过大多数的广告都是稳定在3毛到5毛左右的金额，这也是一笔不错的收益。单个广告的收益可以最高达到5毛钱。并且这个项目的操作门槛也是非常低的，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去操作的，不需要电脑。关于矩阵操作，目前单机是可以赚到20元左右，然后可以去准备多部手机同时去操作。这边也是经过实测，4部手机的收益可以达到100元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我这边准备了4部手机去操作这个项目，然后一天下来也能赚到个100块钱左右。注意，我只是用了1个小时左右就能赚到这么多钱。所以说，你们要想赚到更多的钱的话，就是可以去放大操作。提现问题的话，是秒到账你的微信的，并且是支持大额提现的。提现门槛也是非常的低，满0.3元就可以提现，秒到账你的微信。关于项目的稳定性，我之前就说过，这个项目目前已经稳定了3年，并且现在平台也是处于一个红利期，你抓住了这个机遇去操作这个项目，就能够赚到钱，并且后续平台给到的福利也会逐渐加大。下面就是收益的展示。这是我的一个小号3天的收益，每天大概都能稳定在30块钱左右，然后每个广告的收益都是在5毛钱左右。这是我另外一个账号的收益，也是操作了3天左右，赚了接近100块钱。所以说，只要抓住了机遇，就一定能够赚到钱的。互联网上赚钱最看重的就是机遇，有时候机遇是远远大于努力的。我也实际操作了这个项目有1个多月，然后赚了2000多块钱。你们要是想去操作的话，是可以放大来操作的，多准备几部手机，然后收益直接就翻倍了，而且平台也是十分的稳定。这个项目我会免费分享给大家。领取的方式就是一键3连，并且点个关注，然后在评论区回复"我想要"即可领取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互联网赚钱项目的话，可以关注我。好了，今天的项目分享就到这，
下期视频我会分享几个赚钱任务平台，